第六会会士文显荣神父咧，当时嚟到柴湾区传教。佢目睹柴湾当时有好多适龄入学嘅小朋友，佢哋咧未能够有机会入读，于是凭着佢嘅努力同埋教区嘅支持，佢开展咗为区内嘅教育服务。到今日，本校已经完成我哋为区内提供教育服务嘅历史任务。現在我們懷著一顆感恩的心，感謝天父在過去對我們的眷顧，同時更祈求天父在未來的日子繼續保守我們。程序三唱校歌，請嘉賓可以揭去長刊，即是小的本第七頁或者大的本第24頁，謝謝。
我們仍然會繼續努力，用功邁向新的里程，不會辜負司長和父母的期望。最後再一次多謝，並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Thank you.
請各位家長、校友同埋同學留意啦。請坐先。我哋今日請坐下先。我哋今日有特別嘅安排嘅，相信大家喺網上都知道㗎啦。一瞬間喺下晝2:30至4:30呢兩個鐘頭咧，係歡迎校友、家長同學翻嚟拍照。同時咧，大家都會見到我哋今日有好多過往教過大家嘅老師翻咗嚟。咁我哋之前同老師講咗，請佢哋盡量抽時間喺下晝都留翻喺度，等同學啊、校友啊見個面，四個敲咯。好嘛，咁請落嚟啦。好啦，嗱，而家我哋要先請後邊校友起身先。大家肯定校友咧，即係下晝嘅時候咧會派飯。除咗呢個長安之外咧，加個環保袋啦，然後仲有即係 DVD 嘅。係唔錯，仲有紀念品嘅。下晝派嘅，啊，請記得翻嚟。先請校友先行離開先，唔該。而家啲時候咧，各樓層咧都未能夠照顧到俾大家入去參觀嘅。你是有需要嘅時候，請記得下晝2:30再翻嚟。好像有什麼路啊，還有兩分鐘，對啊，還有兩分鐘，對啊。
Thank you.